最佳的品质是我们的坚持，所以在咖啡豆烘焙之前的手工挑选，那绝对是一个不可以避免的过程，因为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颗瑕疵豆来破坏了我们的完美的要求。一般来说，要制作一杯香醇的好咖啡，它必须结合优质的咖啡生豆、精准的烘焙程度，再加上精湛的萃取技术。目前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在种咖啡豆，所以每种咖啡豆来自于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产地，都有它的独特性。选择适合您自己的口味、自己喜欢的咖啡豆，那当然你能够享受到它的独特的芳香、独特的口感。可是在这里我也必须要特别提一下，在目前全世界最优质、最顶级的咖啡豆里面，有两个代表性的东西，一个就是牙买加蓝山。这咖啡豆它本身的平衡、本身的层次感、带有的坚果香味与独特性，是其他咖啡豆所不能够取代的。另外一种很特殊、很特殊的咖啡豆，我们叫做 Kopi Luwak， 有些人把它叫猫屎咖啡，可是我们讲的优雅一点，它是麝香猫咖啡。因为这种麝香猫，它会去挑选最好吃的果子咖啡樱桃，然后呢，在它肠胃道里面，经由它的体内的酵素，把咖啡豆的特性，把它咖啡豆的蛋白质重新分解组合之后，吸收它体内的腺体，再排放出来。所以呢，在咖啡豆的风味跟整体的表现上来说，是一般的咖啡豆所不能够表现到的，所不能呈现出来的特性。那在我们咖啡店里面，跟我自己的烘焙豆子的过程里面，这两种豆子这么优质、这么顶级的豆，当然是不可以缺少的。在咖啡豆烘焙的过程里面，精准的烘焙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它决定了咖啡豆的个性跟它的风味。讲到咖啡的制作方法，虹吸壶是我最推荐的一种方法，因为在几种不同制作咖啡的方法当中，虹吸壶是最能够把咖啡的特性表现得最完美的一种。在虹吸壶的制作过程里面，制作咖啡的人需要掌控到的因素有很多，最重要的几个重点，第一个，咖啡研磨颗粒粗细的调整，研磨到一个中细颗粒的一个粗细度，是我们制作虹吸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第二个，水质，有一个优良的水质，才能够把咖啡豆的香气跟它的口感很完美的结合，把咖啡豆的香醇带动出来。第三个，搅拌力度、时间、水温的掌控，这一点是我们制作咖啡的人所必须要特别去留意的，因为它决定了这杯咖啡的口感跟它的饱和度。难道制作咖啡一定要非常高的技巧吗？我们提供的挂耳袋方便包，就随时随地可以让你享受香醇的好咖啡。事实上，它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撕开我们挂耳袋的外包装之后，把挂耳袋上面的封袋直接撕开，将两个翅膀挂在咖啡杯上面，取用92到95度 C 的热水，首先先润泡30秒，之后逐次的把热水加到咖啡粉里面，让它慢慢的、慢慢的萃取出来，直到咖啡即将到8分满的时候，将挂耳袋取开，就可以享受这一杯香醇的好咖啡。所以呢，随时随地只要有 Jason 的咖啡豆，您都可以享受香醇的好咖啡。在 Cuisson Cafe， JB Coffee 提供给您一个最优雅的环境、最高品质的咖啡豆与最精致的手工甜点，陪伴着您度过最悠闲、最浪漫的时光。